小姐，哎，哎，啊你，请问现在有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现在是想，请问一下，你有没有什么需要警方帮忙的？我需要钱回家。啊？我需要钱。需要钱回家？对，对没有。哎，回去哪里？我想要回去台中。台中？嗯，是。你想要回去台中？是。那所以你希望？我没有钱。嘿。是。你在高雄都没有亲戚朋友，什么都没有。他说他想回台中，啊，但是你有任何还是电话刚好都没有电，还是你要先到我们所里面去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那边有地方让你坐着休息一下，联络你的亲朋友，或者是家人可以帮忙你的，好不好？家人的电话吗？我可能要想想，因为我没有。对，按、啊、你说，你手机有带吗？没有。有带吗？没有电哎、欸。有带吗？我看看。带、哦。对啊，啊那我们那边可以借你充电，没关系。好。哎，如果不是大包小包吗？怎么今天只剩一包？我塞在包包了。没有，我放在这里了。嘿，那我方便看一下你的、啊、你的那个吗？什么证件吗？那个你包包带的东西。裤子，还有你的证件可以给我看一下吗？啊、因为你如果需要我们帮忙的话，我们是可以帮忙你，没有关系。好、哦，因为这种天在外面这样子，说实在也不安全啊，而且又冷。我看你也没有带衣物啊、哦？没有，没有。来的时候刚刚很热。嗨嗨。对，所以没有带。对，那你有需要协助，你要讲。我想要，嘿嘿嘿，钱回家。没有啦，啊，你如果说我们能力范围做得到的话啦，